为什么说在月经期间减肥效果最好呢？因为女性在经期内荷尔蒙波动很大，可以影响脂肪的燃烧。而在月经的最后两天和月经后的一周，被大家称为减肥福利期。今天小刘就给大家说说如何利用我们的经期去减肥。橙子，橙子被称为疗疾佳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钙、磷、钾、胡萝卜素、柠檬酸等物质。而且橙子多纤维，有低卡，含有天然糖分，是代替正餐或者糖果、蛋糕等甜品的最佳选择。所以减肥者可以吃橙子来满足对甜食的欲望。加之橙子富含纤维，多食有助排便，能减少体内毒素堆积。因此女性在经期使用橙子可以帮助减少食欲，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